隔空喝牛奶用的就是这款魔术道具。其实杯子也是双层的，外面的杯子这个位置有个眼，另外的杯子我们注意看下面也有个眼。先拿起外面的杯子，左手大拇指按住这个眼，然后把牛奶倒进去三分之一，可乐或者带颜色的汽水都可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桌子上的另外一个杯子放在大杯子里，重点就是套进去时候慢慢的挤压，杯子的牛奶就会跑进两个杯子中间夹层里面，外面观众视角看就是杯子是满的。表演时候，左手大拇指离开杯子上的眼，牛奶就会慢慢的下降，观众视角看以为牛奶隔空喝掉了，大拇指继续按住眼，牛奶就会停止下降。隔空喝牛奶就是这么简单而已，你看懂了吗？学会这招你也去朋友面前露一手吧，同款魔术道具就在左下角。